哎呀，那个关帅啊，用不用给你那边也放个红酒啊？那个我燕姐我就不用他解释了，因为啥呢？那个我在他前面，我灭的他，我灭的。是确实不是我按的你。我早都说过，我说这位置放给我。你回忆一下，谁要给你安排到这个位置？王哥吗？王哥说十五季男嘉宾反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关帅你就站在十五号。你当时反过劲儿来了吗？他让你站十五号。当时我挺高兴，我心想我回来上这找对象了、啊、我没想到这个位置的事儿。后来我一站在那块儿，我只要是有啥东西是啥的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告诉你关帅，大圆圆当年走之前特地跟我说这个位置啊，哥谁也不给，就给关帅留着。你说话可能也是重点，大圆圆要走之前我这心里我就咯噔一下。哎呀大圆圆哥对不起你啊，这口误啊。就赖你，你天天说人大圆圆打精打精的，我跟你说到最后你站在打精的位置，这回是真显灵了。那好吧，这是自灭行为哈。这今天我们得怎么抚慰一下这个都已经晚期的一个人的心灵呢哈？此情此景姐，我还想吟诗一首。今天录制真是坑，三个美女灭我灯。我期待，我很期待下一位，看能不能灭我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灭你吗？啊。因为你的话题太多了，老是举手。十四号都让你干没电了，你还在这说话呢。我憋得难受。其实我为啥老说他？我是为你们好。台下我们是兄弟，台上我们是情敌。他是什么人不用我说，大伙心里都明镜的。就那人，你就从第一期就埋汰人家黄吉，一直埋。你看所有的姑娘上来都灭你灯，你尝试着你消停两期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人灭你灯。你们唠你们的，我等下一个。下一个也灭你。开场之前，我想问一下关帅为什么退出去了？啊，你问他，对你为什么退了两步呢？就你给我吓的，我是味大熏着你了，还是哪嘎吓着你了？你给我吓的，我这扁桃体在哪我都不知道了。因为前三个全给我灭了，我心里要灭我。他被灭懵了啊！那要成了，他得管我叫什么？大姑姐还是？成了他管你，那是你妹妹呀、啊。对，我妹妹。大姨姐。妥妥的，后门走好了，你这灯指定不带灭的。啊，你是先帮你妹妹撒么一圈？对对，先把关。我觉着，为什么我在台上的时候都是丸子啊饼什么啊，完现在都啊小鲜肉跟啊，我那时候就牛肉干。哎呀，好在阿炳他们都不在台上，都叫牛肉干，现在是小鲜肉。还翻这个旧账呢？是啊。掌声有请十六号雷子出场，有请。全场热烈。加油。雷子是第一次站到这儿是吧？很激动啊、很激动，期待这一天吧，已经将近三年了。到帅那儿瞅我一眼，然后过去了。哎，触电的感觉来了，够可爱呀、啊！我觉得你今天来分番呢，你能把雷哥给吸引，而且到这个程度，那个可爱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自己可爱的这一面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？嗯，还差一点。周可爱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问一个。要不你给我们跳段拉丁舞吧。此时此刻，快的只能轰动现场，慢的才是我送给你的，好吗？
牵手，牵手。我觉得刚才这个表达，这个舞蹈当中传递着所有的情感，可爱感受到了吗？一阵风，一阵风是吗？啊。